还有十秒，怎么可能？你做难一点题目，男朋友。聪明人会猜出来的，是你要猜哦。对啊，没读书没关系。他这里好强哦，他自己说那个细节很重要。哇，你这个细节藏在魔鬼里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好的，我先。James， 哎，我是现在很赶时间的多安女生，我现在分秒必争，所以大家快一点。我是 Rudy， 好，开始。今天我们派的主题是你画我猜，然后今天有四个人要来参与挑战，玩的方法跟上次不一样，是要玩传接画。第一个收到题目的要先画出来给第二人看，就是依序下去了。第四个人要猜出答案是什么啊？没错，大家就开始。我刚刚请 ChatGPT 出了一题，然后知道出什么吗？他出梦想，很好的啊，梦想的蓝图啊，涂黑涂很久，人都应该有梦想啊。我的也是，我的会是很多新的一坨这样。一分钟之内，画吧，一分钟之内，那我们两个可以聊天。你先别画，这可以吧？简单吧？我是美术细胞真的很差。看你画什么？会吗？太简单，我一定是一模跟你画一模一样的。今天你真的很看得到，大家不会看得到。没有啊，看不到啊，你太瞎了是不是？瞎不要看过来妹。那我们不是可以涂掉了吗？不行啊，要留着。不要急，还要画画多嘛？无聊啊！拿到纸跟笔就是要想要画画，是不是喝我的奶茶、啊？对啊，那我的嘞？一起喝它会怎样吗？怎么？我不是画好一个人一瓶吗？哎、欸，你自己说我一个喝一瓶，你还给我抢，我就懒得拿嘛。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喝这么大瓶？我觉得快过期，过期啊！我跟 James 画的一模一样，如果错了也是他的问题。那就直接猜啊，就不用画了。写出你的中文字，我还怕写错字，答案是彩虹。好耶！没有要出事，但是你不懂会写字啊？没有，我最后自己猜。他刚刚才写的，我写彩虹啊。好吗？有写对吗？我是写红色的。你们看我怎么画的？我刚才在那边想，我说是山洞吗？还是是不是山洞？我以为是跑道，我以为是超隧道，对那种无间谍，那种很长很长的。我觉得这一轮的老鼠是他，哎，对，我又猜对了，因为我看到是。对呀、啊，我还叫两朵云，看起来就是耶！ Yeah, 我完全不用画了，因为我的美术细胞很差，我就看他们会画出什么东西。你瞧，干嘛？你不可以这么贼头贼脑，你是要让我猜对？我现在在想，我在想，他的脸很贼头贼脑，他的脸这么认真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事情。他的重点应该是要让我猜的对吧？怎么会是那种贼头贼脑的样子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呢。对啊，我等一下搭船。怎么有这种小心思？不要乱画哦。好，开始。不可能，三十秒太快了。还有十秒。怎么可能？再画很久。一零。我看，我看。等一下。心底。几乎是一样的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很厉害耶，你那个这个真的功力极强。可是这个真的可以吗？什么这个什么乱？我觉得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。我画完了，是风筝吗？给个形容词。不是，我是照他画的。第一次，哎，真的很容易遗失焦点。没有没有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就是那两个字喽，最大块的哦。嗯，电脑。哎，答对了。那为什么要画这个？就是想好可爱啊。我以为，等一下我画的是这样，一模一样。然后怎么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看画面里面的人啊，因为他画的是这样。哎，问你详细。我以为答案是 A 片。我也以为。我还以为说 G 片。啊，至少我答对了。我觉得老鼠屎一定是我，因为我超不会画。你也可以自己想题目啊。可是我自己想，我一定画得出来吧？你可以胡闹一点。不一定，你也可以想出你画出来的东西啊。不然你做难一点题目，男朋友。就这样，真的好难哦。好可怕哦，男朋友。或是你要难一点，你可以跟他讲你的诉求，要180。对，我希望有186，升到186，屌耶，186，好像不够用。好了，四个字这么难啊？其实还可以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觉得我画的不错，大家一定懂。开始吗？开始。我觉得非常好懂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四个字，聪明人会猜出来的，是你要猜哦。对啊，我中文很烂。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会啦，你应该有学过这句话。3、2、1，你很棒哎，你画的比我好哎。
懂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这很难画呢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聪明人一看就懂，一看就知道我要表达。要不是二十，我还想摸这个头发。头发、啊，这个真的是明眼人一眼就懂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了。唐叫，你们都八，你们美术细胞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六五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还有这么多时间，你很棒哎，你画的非常好。骑虎难下。蛮好的，骑着老虎难下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很好哎，我的美术细胞真的很烂，我已经尽我的全力了。你老虎很哀怨，你老虎是向阳哎，你的老虎还是内八的，被压制吧？老虎是向阳，对啊，向阳。我不会画画了，我也努力了，我要当第二个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。完蛋了啦！我当第二个很难呢，我会画不出来。不要逼我，我真的不会哦。可以说我想要出个艺人之类的，超难。画九力，你就画一个那绸缎啊，然后再绑在上面这样。结果我太惨，我一人自杀。自杀。不行啦，不可以，很敏感呢。好，30秒开始。啊，好紧张哦。哎，我目前是不是全对啊？对，有点太紧张。下一回合我觉得要难一点。还有下一回合，还有20分钟。太快了。没有啊，纸片只要都是重点就好啦。至少要难一点吧，不然整集就无聊。不会啊，大家觉得蛮可爱的。好，时间到。几个字先给我。4个字。啊，等一下。又4个字，你们现在玩上瘾了是不是？等一下会不会直接连一首诗都出来？时间太短了啦。是大家会平常会用到的成语吗？根本没看过。我平常不会用这个成语哎。罄竹难书。好，多拉。等一下，我还没下笔，我还没下笔，等我一下，我再让我思考。你有概念吗？开，十，可以，九，装上可以。到，这是什么啊？我没有方向。那什么字？是七月。完蛋，完蛋了，4个字。但我觉得 James 猜得到。开始。那不能写字，对不对？跟题目没关系的，可以。跟题目没关系，为什么画上去？像我一样吗？画龙点睛。你哇，太多龙了，会生气耶。好了，时间到。我相信你。我这看不懂哎，这只能靠 James。你是 MVP 吗？4个字，认真猜。我刚刚真的是一头雾水哎。我就跟着画。成语吗？成语。这平常我们会用到成语吗？很少用的。不，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成语、啊。不可能，你一定知道的成语，只是不会用。你有答案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你没有。只是说他的语气一步就是你一定会知道这个成语。好，你看切尔的不是，那你看多拉的有没有字是风？云吹笠，风有风对不对？我本来是要查风吹草动，可是没有草。风吹日丽，风吹日丽，对啊，风吹吧。风吹。风和日丽，怎么有这种？这真的不是会有人用哎。风吹成语吗？风吹日丽，风和日丽啊！你刚刚出那么多题目哦，因为前面不会画。其实你前面更难，哎，其实你知道很简单嘞，你画一个景啊。对啊，你怎么挑风和日丽？你是故意挑难的吧？没有，哎，不要求很简单，那边花就好了。你会猜是告别式吧？不会，刷4个字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就给我们拍一种晚餐。有什么题目是你们会觉得很有趣的？那题目还不有趣吗？不很难的哦。好啊，我看你多难。多难？几个字？难上加难。是男生的难吗？对。强人所难。难言之隐，一言难尽。难自语。好烦哦。就我们两个讲。哦。男人自语就是要这样。为什么你名字改一改叫多多、哦？哎、欸，我写错了，是写艺名都写错，写名字都写。为什么说改艺名，然后怎么都不知道？一好来听，给他看。先说几个字哦。4个字。哦。这题目很有趣。开始计时。我在想啊，因为他刚才看到第一声的时候，感觉很像被干到还是什么？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说18吗？你脱掉发现跟讲的有落差。18。哎、欸，谁的？多花的脸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好来，我要开始下笔了，给我看，我看着。开始。男人自己。
哎、欸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他好嘞，我好了，好了，我先把重点画完。好，好，那给大家看吧，四个字。我刚刚画的是重点哦，就是他刚才画的重点我都有出来。我觉得他已经歪到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嘞，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什么大逃杀的集合现场。还是你要给他看你的？哎、欸，哦好。一样啊，我真的马上不是我要 A， 是因为我脑袋有另外一个答案，但是好像又不太像。我看你的，确实眼睛有点瞪大，更锐利了。我觉得这个有这些一定不一样。我只觉得你们三个画的都一样。哎、欸，画的很细节，你自己看，有头发啊，有框框脑啊。不会很无聊的四个字就叫电影派对。我刚刚就猜这四个字，不是眉飞色舞。二A， 眉飞音乐派对，海滩派对，二A 电沙滩派对是什么？二A 就是两个字对，派对是对，公布答案喽。啊，你说完说。摇头派对，他有话有人在摇头啊！对，他自己强调说有人在摇头、啊，他自己说那个细节很重要。哇，你这个细节藏在魔鬼里面，摇头派对，结果在摇头派对。他说是一个派对啊，是什么派对？哎，这不合法，这是什么派对？这个题目好吗？狂野派对，好烂啊！没事，先不找，等一下会响。我有计时。怎么找到别人家手机就会不见？三、二、一，这个蛮好猜的啊。那我知道啊，可是那你要画啊，画这个。你知道你要画啊？那你知道什么？讲什么？我知道，你知道你画啊。我开始，好，我好了，给你。OK， 我敬你一起老鼠屎。好，你去死吧！真的画得很好。我不觉得画得很好。哎呀，我画的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到你这边，我确定他一定看不出来是什么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复制完企鹅画的东西。哎呦，我先随便猜一个啦，几个字？四个。青梅竹马。歌名。哦，可以加提示的吗？这样方向太明确了。对啊，冒险气球。冒险气球。你刚刚说吹日历有什么差别？好热血啊！谁的歌？狂野气球，冒险气球是 Dora 的歌Dora， 你们今天冒险了吗？让我来，要安静。冒险，冒险，要冒险，我们一起来冒险，冒险，冒险，耶！你们有看到气球吗？耶！你们看气球吗？爸爸，气球，对，在那里。左上来，我们安全。你按订阅了吗？对。入会员了吗？